再过来一点。过去。我的手放在这边。好。好，再快点。他手又不知道吃你。你想摸吸还想摸的？深呼吸。深呼吸。快起来！好，试试看。好，再过来这边。好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再来把手摸摸他的下巴，试试看这边。老师没那么可怕。好，刚刚把手放在头上，再靠近一点啊。好，手放在头上，整个放上去，是不是没那么可怕？好，来再试试看，给他闻。再靠近一点。还要看着你，我怎么刻意离开他？谢谢你，那同学给他一个无声的鼓掌，没有声音的鼓掌，感谢他克服他的恐惧。